无法避免的灾害。数千年来，作为寺院和王都水源的蓄水池，难道说还要打开这个蓄水池，让水整个淹下去来灭火吗？但这样子的话，也是啊，要么寺庙被烧掉，要么被淹掉。事情最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每个人都要说一下。那、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回去睡了啊。每天都要睡满七小时啊。好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尤其你们还小朋友，至少要睡满七个小时或八小时哦。每天都要睡饱哦。这家规不错，不错不错。这里好像有可以摘的花。哎呦！哎呦！我们先回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吧。有没有任务？毕竟这边刚好是可以传送的。金太郎在那里，感觉要绕一圈。好，先回来看看。他回来，他会跟我们一起回来啊？没有委托。所以是有回来的哦。什么？讲话讲到一半？觉得那家伙会在哪里呢？构造太了不起了，枪。所以在那个世界还没有很多的枪，上刺刀步枪。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很边缘的地方。那是大叔，可恶！我以为我猜到了呢。究竟是手动还是自动？这绝对是自动游戏啊，所以才会让那个大家一直死，对不对？哦，受不了了！每次死掉的时候，都是我刚好调成自动攻击，一定是这样。会不会有些地方开启人数够了？有可能，不过没有差啦。原来他就站在这里。能做什么贡献？跟运送有关的事。先从河水，哎呦，河中把水运过来，它也还不错哦。因为有些地方就算可以过，也没差。主线在这里啊，你就顺着主线走。迟早都会再回来的啦。我相信他玩着主线就会把整个地图给探索掉。青石谷，耶！有蜘蛛。贵族不会做事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多一人。发光的石头，将其破坏的话会散光。哦，好酷哦！行くぞ。こりゃまた、足場が悪そうな場所だぜ。
哎呀！来来，我想试试看那个。我只是走好慢哦。来了来了，破坏！哦呦呦呦，晕眩了，他们晕眩了。哎，好好玩啊！就一次，一次性的。OK。石虎要阅读才可以学到，我知道啦，因为只是想说，都还没有要做料理啊。玩这个法尔康系列的，就是料理通常我都是到很后面才会去做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嗡嗡嗡，嗡嗡嗡，这就是躺着也能升的啊，沙德。然后来到这张地图之后，我的 PS4 又开始隐形超运转，我是有点担心啊。哦，那这打好爽啊！哎，这边，哦呦呦，不会摔下去，我还以为会摔。这里应该就是等一下前面那边可以放回来。好，我一次打两个，哦，爽！这个真的有点猛啊！尤其再加上他刚进来我们这个团队，所以他等级又最高，我特别喜欢用他了。猪鼻子，那下面呢？我可以下去吗？这里可以走。我们先看有哪些地方可以走好了，有点混乱了。这里有个洞 ，OK。然后有个西兰枯桃，海贼笔记。哎呀，嘿，这前面真的是地狱了。我。等一下哦，先打掉这些。我自己猜测啊，那个 T， 那个幸存者 T 不是海贼，感觉是他跟那些海贼有起纠纷之类的。反正玩到后面就会知道了啊，我下去了。哦，你看这招真的好好用哦，新伙伴 ，nice play。没想到这边会不会让他逆到？哇，你看这招爽啊！哦，这边感觉可以游下去哦。哦，越玩越爽啊！夜歌护身符，感觉是……等一下，我一直按错，怎么放在你身上啊？哈，还有刚刚练技能白练了，来放过来。夜歌护身符感觉是防治嘛？哎，果然防失明的，跳不下去。也跳不下去，好，每个地方都很想要跳一下。哦，这关还不错，它的路没有很迷，有没有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往更深层，其他路都是死路。我最喜欢这样了，啊，舒服。嗯，前面是开始变暗了。每个地方都要敲一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这样隔山打牛啊，这样你打得到啊？哇、哦！敲一下，照亮一下，照亮一下。啊，他被晕了！你看前面好像有只大怪兽哎、欸。
打不到，也瞄准不了，像水晶龟有没有？哎，前面有水晶龟啊！哇，这里好亮哦！哎，水晶龟！他说我们不要去惹他。那我们惹到了，我们惹到了。就哎，哇塞，那个扣的血，一定是水晶龟在攻击我！救命！救命！等一下，暂停！这他妈的！就是你啊，水晶龟，你别啊，玩不了了啦！那攻击也太大范围了吧！完了，怎么办？我在这里也不会回血。我觉得先让他复活好了，我们这边还是很需要他。哇，复活一下。其他人撑着，不要招惹水晶龟。哎，还在啊，他还在生气啊！等一下，这样子玩不了啊！你别闹了！解毒药，获得解毒药。你不要闹了，现在完全不能打怪。稍微看一下地图，我们要怎么走？风暴这么深沉，他还在。哎呀，我呀！ようやく外か。我再看一下里面是不是都走完了。然后我们就当走完了啦。我们要先去找补血的地方了。我的天哪！有啊，我觉得补血的地方快要有了。前面应该要打 BOSS 了吧？还没有。还不行，我们还要持续努力。我怕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是外面吗？有太阳。算草原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这里站着不动可以补血吗？我试试看好了。补血！好，不会。好，不会。想太多。至少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，还有沙德，对不对？当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至少可以呼喊他的名字。沙达，救我啊！太大了啊，这里。OK。我有补血的。紧急联络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回去了。好，他们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时间限制啊。